新的吉普最优光呢就已经上市停机了。那么在我们开始底盘解析之前呢，我们还是看到是目前它现在能够匹配到的轮胎呢，来自于凤凰马这个长冰。那而且这一套雪地胎呢，其实也拥有不错的这个静音能力表现的同时，还有前悬部分呢是迈不用眼帘的，就是这个混合材料做的这样一个软性的这么一个材质。锁挡这边整体的这个负载上面来说也有一些这个减轻，继续的输出到后槽。所以在整体上面来讲的话，这个车型本身它不太存在一般用户放置偏置位，包括像我说的。啊，雪进来了。能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已经很欣喜了，很欣喜。OK， 那么这个时候呢，已经是时值晚间了啊。然后我们也是在回去的路上，那么经过一天测试下来，其实实际上给我个人的感觉上面来说的话，我更觉得这台车型并不像是完成一个测试，而是真正意义上陪我们自己玩了一天，是吧？对，就像就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因为很多时候你像公式化的测评也好，这个很多意义上去给到消费者呈现这东西也好，都是在一定的车辆表现基础之上能够尽可能给大家展现的。而今天这个整体的这个测评给我们个人的感受上，其实更像是什么呢？就更像是一个朋友啊，然后伙伴一起出来游玩的这种感觉，就完全不像以前测评的那种。我觉得还可以。OK， 那么来聊一聊这台车啊。因为在冬季路况下很难去针对于这个车型去做绕桩测试、麋鹿变线测试，包括像零到一百公里加速和一百公里到零加速制动。但是今天来的一路上，其实实际上我们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急刹车，对啊，它的这种灵敏度还是做得不错，而且游刃有余啊，甚至于它这种刹车会给后车带来一定的这种压力，因为它刹得有点快啊，对后车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轻微意义上的这种压力。这个车型的型号细分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说这台车型作为五座的这个 SUV 来说做得不错。那么如果能够出一台七座的话，我想可能会对于该车整体的这种表现上来说有些削弱，但是也不削弱太多。但作为自由光这台车型来讲的话，你像之前它的外观设计被很多人欣赏，也被很多人吐槽，很有争议。那个就是前那个日行灯啊，做成一个比较窄边的这样的一个窄条设计。你看现在这眼睛也睁开了啊，作为一个眼睛来说你睁开了，对吧，就已经脱离了周杰伦的范畴了然后还很有神嘛，对吧？对，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符合年轻人啊，也能够让咱们就是年龄稍大一点的人能够接受一些。然后再来说到油耗问题，我们今天满箱油出来的，现在目前为止给到的这个车辆在一天完整的这个测评下来之后能够给到的这个油耗只有一格多，不到一格，你们自己看。对，也不到一格啊，不到一格，就是大半。第一个，这样吧，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油耗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稍停一下，反正后面有车。这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油耗啊，就这样一个状态。从满格油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说
再加上今天有一部分的穿越体验，还有一部分的这个项目测试体验，还有这个多达三次以上的脱困，这个其实实际上已经算是超纲了。就是你说一学生出来拉出来说，哎，你给我做一文综，做一理综，做一考试，这也就超纲了，已经差不多了。前方300米有违章摄像头。让我们惊喜的最大的惊喜就是今天这台变速箱，这变速箱立头功了，然后这套四驱也立功了啊，然后整车的设计基于以前的框架，本身就有底子在，对，哎，所以这台车型的进化做的就是，你吉普如果听话听成这样，那车就好呀，那不用说嘛，那以前你说你那自然吸气，你给到一个9AT 变速箱，要跑跑不起来，要加速没加速，对吧？要急速没急速，然后扭矩输出也不够，油耗还高，那你现在这车这种表现已经很舒服。车上没有任何杂音和异响啊，这是我的打火机和香烟放在门板上这个位置了，所以它会有一些轻微的这种声音，很正常。然后整车后边尾舱在我们今天完整的穿越下来，包括穿越过程当中也没有出现太多问题，包括你像车身刚性，在今天测试当中表现也算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前方300米有学校。因为你看，电机驱动的这个自动电尾门、自动开启关闭的这种电尾门的设计，它肯定是有一定的这种问题存在，比如说风险。那我人为开启和人为关闭在对付不起的时候，它可能会有引导，可能没有引导。如果有引导框架或者引导结构设计的话，它还好一点；如果没有的话，那肯定就是铁碰铁嘛。你放到电机上面来说，也是会有这种问题。你看它现在引导有，对吧？然后有关于整个闭合部分的这种渐进啊，这种延续性做的也不错。而且开了几次之后也没有任何的变形问题，仅仅有一些轻微的一些这个应力上的一些左右忽闪的这个问题，这个你很难去避免。为什么呢？因为你像我们今天挑选的这个交叉轴，其实比我们以前交叉轴大多，对，比以前那个断钩坑要大好多啊。而且你紧接着进去了之后，你就有一个问题，要么你倒出来，要么你开出来，那本身就是一个交叉轴带一个坡道，所以也是足够啊，也是足够。而且针对于这辆车来说的话，算是一个超纲。而后期的时候呢，其实实际上也是更多针对于大家的一些这个疑问啊，比如说整个车辆的通过性能表现到底如何啊，然后底盘离地高度表现到底如何啊，包括像是我们说冷间这边四驱到底有多强大啊，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一般的这种烂路碎石路面也好，就如履平地，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对，开就行了啊，你只要不是说前面放了一葫芦娃，我绝对能过然后在雪地路况下，今天的这个部分的环境就不是这么回事了。雪地路况下，今天的这个环境是，首先是个深雪层，很多时候就是很多车面临到了这一点，包括我们往前测试过的很多车型，比如说这个撼路者就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单空动不了，动不了自己还出不来，你单车进去不行，你必须还得再带一个车作为救援车，不然真的一下单空你就掏吧，好几个小时你拉去了。但今天这车你说有现成吗？有，有被阻挡过吗？有。但是最后还是完成了硬件测试，仅仅就是到了我们说最后的这个雪层实在太深了啊，它也不是一台硬派 SUV， 你说它有底盘这个升降也就算了啊，那我们就再继续往下走。所以这就提出了一个很艰巨的一个问题啊，吉普你们是不是考虑给这个车来一特装版，给一个底盘升降？但是给了底盘升降，大切怎么办？大切怎么办啊？这个就一说，但是其实能够体现出来，这车的这个底子不错啊，而且不错的升势可以。2.0T 的发动机啊，装上身的时候，当时还有人还纠结呢，还质疑呢，说哎，自然吸气车好，涡轮增压车不行，你放一涡轮车不皮实不耐用。结果今天我们一看，除了在极限路况下面，变速箱自身出现这种极限，在120度这个油温下会有高温，会有报警之外，那么正常情况下来说都没有问题。对，而且今天这种路况已经是很极端、很极端的一个路况了，极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好比说，你们不会去沙漠对吧？你很少有机会去开一台车去沙漠里面去晃悠。那你去沙漠的这种情况下呢，肯定是比去戈壁滩少。戈壁滩就是碎石路啊，就是这么认为，就是大一点的碎石路，然后一望无际，你们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如果一般车进戈壁滩如履平地，它也如履平地，但是一般车进沙漠可能会歇菜，它不会。雪地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说，综合了泥地，综合了沙漠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比较相似的这样的一些路况啊，有点接近。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松软是有的，松软，其次深就是比较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厚度，然后对整车这边这个轮间输出的影响也是有的。
对吧，对底盘部分的这个阻力阻碍也是有的，所以这个很接近。而且还有一个最接近一点就是滑，哎，再加上温度又低，而且今天呢，实际上对于这台车型正常情况下来讲，你像我们正常在开车的时候，这台车的变速箱油温应该是83度，但今天最高到了120。不过即便到了120，而且多次达到120也没问题，车很皮实，很耐用 ，OK 的。就是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你说这台车型如果在几年前就做到这种地步，给你给30万到40万的这个价格区间，你认为这种会不会？几年前的话，30到40万，我觉得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对，现在给出这样的一个性价比，其实也不晚。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市场当中同质化的车型有很多，这不假。但同质化做得很好的这样一个质量的这种同质，就比如说，你也80分，我也80分，咱们叫同质化。我100分，你100分，你有这么，就是你有100分的这样的人有几个？没有少。适当的啊，要来一下这个车型啊。它在城市路况下去跑的时候呢，针对于红绿灯起步的时候的表现不算太友好，油门有点灵敏，有点过于灵敏，有点窜。但是窜了一下之后下来就很线性，而且从中段速度上面来说的话，这个车型的油门踩踏是随踩随油，而且一开始就给你给的很绵，不会很突兀，后劲儿很舒服。最喜欢这台车的地方，而且我很喜欢在就是开这台车在这个辅道上跑，因为辅道上本身也没啥车，咱们两个也好聊，对吧？乌鲁木齐的冬天啊，其实是很难熬的，难熬到什么程度呢？一个是乌鲁木齐三面环山，这个空气流通上面有一些问题；其次就是有雾，但不是霾啊，是雾，雾气比较大。所以我们选择到这个时候再去做这个结尾部分的一个测评后续呢，更多时候也是要考验到有关于该车型这个自动灯光在晚上的时候整体的表现到如何。那么在后续的时候呢，也会给大家看到这一点。一直以来就觉得说你开一台这个吉普的大指挥官价格有点高，然后给一台这个大指挥官下来，体积块头都有点大，停车可能也有点问题，尤其是你说女孩。你开这么一台车，哎呀，块头太大了。你让他去上一台这个指南者吧，又觉得小点。你让他去上自由侠吧，新手可以。稍微对于这个车辆有一点欲望的这种人，我跟你说，自由侠都会不太满意。为什么？因为还是一个级别问题。紧凑级 SUV 为什么会有市场？就是因为你紧凑级 SUV 价格、性价比、空间、舒适度以及整车对应的这种位置、净位啊，这种水平都是合适的，所以紧凑级 SUV 才有市场。看到了乌鲁木齐的扫雪就是这样扫的，你跟着扫雪车呢，扫雪车什么节奏你就什么节奏，扫雪车跑得跟着跑得快，对，就跟着他的节奏来了。那就今天这一天其实说实话有些也算充实，但也算累。不过回去的时候这心情还是很爽的，就是有钱来这么一台车，能文能武能玩能野，可以啊，对是吧，这话话糙理不糙嘛，就是这样道理嘛，想让他干啥都能干啊。公路上路况下的表现也不差，对吧？对，这引擎声音，变速箱整体的接续，作为 AT 来说可能没有那么运动，但是你要真说是油门踩到底，你说给它来这么一下，有没问题，绝对有。而且这个引擎啊，在大指挥官上面，当时我就觉得说，哎，这引擎低转速下的声音不是很好听，但是高速下这种激昂的表现，哎，那就完全两回事了。结果今天在这台车上面来说更是这样，还挺好，我觉得还 OK。顿挫方面来说，今天我们从开来的一路上来讲几乎也没有什么顿挫啊。经过大指挥官这个比较有一段时间的验证之后，我们认为说整体来说还是做得可以的。
是雪泥哦，啊，是雪泥。这个车在雪泥路况上的表现做的还居然出乎意料之外，非常稳定。它不像一般车有些轻微的摆动，这个车没有，啊，这车是真的没有，很踏实。就依稀让我找见了帕杰罗进场的影子，啊，当然没有那么强啊，没有帕杰罗进场那么强，但是。就是你要里子有，要面子也有，这种，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意外。我们走走外环吧，看看堵车状态，然后这台车型整体堵车是否表现到位，好吧？就开这台车，你跟前面这一台汉兰达啊 ，D4T 这台车型去做对比，除了比2.0小一圈。跟汉兰达感觉这个大小差不多，这个有这种感受，就没觉得说啊你大一点，然后我就自己矮一头，没有这种感受。我觉得今天就咱们去那个路，放汉兰达说汉兰达歇菜了，我跟你讲，肯定歇菜了，肯定得撂那儿，出不来了。大部分 SUV 撂那儿可能都出不来了。今天那路是真的，真的就是因为你跟我的时间短嘛。嗯，你是头一次见，对，君志跟我的时间长，他可能见到我更多的一些这种折腾，他这个过程折腾是有很多次的，他应该知道，就这台车型真可以，而且今天我们出来的时候没带铲子，这个我给忘了，就没压根没带，行军铲压根就没带，然后这个防滑带什么什么也没带，这个时候就已经快到高峰期了啊，因为乌鲁木齐正式高峰期实际上是在8点多。我们现在是几点？看一下，6点啊。嗯，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我认为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路况，能够代表全国大多数的这样一个路况，所以这台车型整体的表现应该也能够去看出来。这还是一个 auto 啊，这还是一个自动挡啊，这是让我觉得很 happy 的一点，就是到现在为止我都没 G4 Sport 模式，这是我现在这会儿今天第一次 G4 Sport 运动模式，这是运动模式，刚才那个都不是。前方400米右侧有车辆汇合。哎，吉普的车，我真的希望吉普能够一直这么下去，就尽可能。把这个每台车的个性化这个事儿做到极致就好了。前方900米有测速摄像头，限速60公里。虽然今天没有这个条件去给该车做一些这个噪音部分的一些测试啊，但实际上我们在车内部分对于噪音这块的表现有一点点轻微的不满意，就是来自于引擎舱稍显的引擎声浪有点大，其他方面来说还行啊。遇到不同路面下的这种胎噪呢，主要是以后备箱这块的一些共鸣为主，啊，总体来说还行，还可以说得过去。以前开吉普车都没有觉得说是整车这个变道啊、走线啊方面能够有多精准，但是这次看这种比较精准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表现，作为像这个块头当中的这种 SUV 上的话，就让我想起来一台车，就是很早以前的领航员。我们当时体验领航员的时候，林肯的那台车，很诧异，就是如此大一个块头，居然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转向的一个敏捷性。当然油耗这个事咱们就不提了，因为那个车100多万，这个就不提了啊。所以说就是你用心调教出来的车啊，在各方面都能够让人去需要的这么去开车，让人觉得说哎，我开这车每天都是享受，这才叫一台真正的就说是给消费者交上了这么一份好的答卷，让
让消费者能够觉得说我买这车没买错是值的啊，车是拿来用的，这不假，你用让我开心嘛，对不对？举个小例子，你看着现在我们刮这个雨刮啊，跑了一天了，脏掉死，刮这个雨刮一点声音也没有，前方300米有学校，也没有任何动静，对吧？对，有些车领克挡挡挡，可知可知，嗯，就开始细节啊，真的是细节。你像我们在雪地里面折腾这么长时间出来的时候，按道理轮毂上是不干净的，那肯定是有雪。即便有雪的情况下，你看我们现在在开的时候，整车这边就是超过时速80公里每小时啊，也没有说是觉得这个车有太大的震颤啊，轮胎这边有一些这个动力和时效的问题，也真没有。所以这个就从细节上面能够反映出来说，这一个车厂它能够真的是把你的这个供应商拉起来啊，大家伙来，我们一块造一车，你给什么你给什么你给什么，你要给我给最好的，你在你的范围之内给我给最好的啊，然后我装了我的车上去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咱们及时沟通及时联系，互相互通有无，弄出来这么一台车，就这么一个东西。天还没有完全黑啊，但实际上这个自动灯光已经点亮了。如果你们要注意观察前车的话，是能看到我的这个车目前是一个小这个灯光开启了一定的这样的，应该是个日间行车灯啊，应该是个日间行车灯和这个近光啊，是这样一个状态。而且不得不说，这车的视野做得舒服，看着这个车这个视野前部啊。你不会觉得这个车很大，你也不会觉得这个车超高，你甚至没有坐姿很高的感觉，就觉得哎刚刚好。然后无论是你往左看还是往右看，都会觉得说哎这个车我观察起来不费劲儿，我也没有担心说是哎我这个右前角或者左前角我看不见会碰到什么东西，没有这种担心，没有心理上的负担。这就是我们一直所提到过的这个前方视野问题。那你要说今天这个车有没有什么值得去吐槽的地方，其实实际上我认为这台车型你要说吐槽的话，就是尾灯做的应该再稍微尽点力啊，再好一点，然后引擎当部分对于整个引擎声浪部分的隔音，至少在你一定车速以下的时候你别给我给什么声音，对吧？你给我稍微掩盖一部分或者说屏蔽掉一部分都可以。然后就是油门部分这一段初段的响应，针对于起步这一下的时候，稍微削弱一点点的这种冲劲儿吧，给它绵一点，因为毕竟对于新手来讲的话，它可能对于这个油门初段的这种控制没有那么好。老手无所谓，可能过程我在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你能够给一套定制程序，你给一套这个舒适版的，对吧？再给一套这个运动版的，运动版的就算这样，或者标准版的就算这样，然后舒适版的比这个稍微再绵一点。这样给不同的人不同的一个兴趣支持，或者说驾驶车辆这一边的一个前方50米有连续违章摄像头，前方200米右侧有车辆汇合。我把这后窗户刮一刮，这后窗户更脏。我现在就觉得我们开这个车后面不是挂那个新疆新配野鸡的 4S 店的标吗？我一去刮一刮出来顶着，哎，看我这，看我这，前方看我看我有事故易发地段。哎，看见一吉普，本家。刚才这一路上我溜过来了。
速限速100，然后我们就在80到100之间在跑，所以基本上这台车型没有想象中费油啊，然后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肉，或者说它压根一点都不肉。前方一公里有，把以前的这个自由光扣分的这些东西吧，都给你给修正了。以前好比说你出一份试卷，以前这卷子答60分，现在说的话就是以前你就是一个这个及格生啊，现在不错了，你是优秀学生啊。就这车价格再便宜点儿，都就给它升一个3好。年级标杆。他吉普其实一直在做自己的标杆，他一直没有说做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标杆那个标杆，没有，他一直在跟自己打，或者说自己跟自己在比。多少年下来，吉普都是一直在较真，一直在较真，一直被控制。但唯独让我们会有一些遗憾的是什么？早期的自由光会有一些失望，就是有点这个不对货不对版，现在对了，就现在对了啊。前方100米有事故易发地段，前方1公里右侧有车辆汇合。激活了这个 ACC 自适应巡航，跟着前面这一台迈锐宝在，然后我们再走。这个时候呢，油门刹车不用控制啊，然后你就抓个方向盘就行了。早些时候在这个体验大指挥官的时候，当时就是一堆啊，就好多大指挥官，然后跟着社会车辆走，然后最后进山，真的是给人感觉不错。然后这次呢也是这样，就我们现在在外环当中吧，是吧？咱们就试一试。现在这个车速是70啊，它前面那是跑70，我们就跑70，然后车距距离就给到这么远。雾霾天气啊，其实对于口里地区来讲的话，可能会纠结一点。但是你像这个车，我们这儿虽然不是霾树，但是对于灯光光线的影响也是一致的。结束了啊，做得不错啊，做得不错，很灵敏，很灵敏，而且就像一个高手，就给你这么开着呢，啊，管着呢。那你跑偏不至于，这个。前方1公里右侧有车辆汇合。我看我现在移到没有车的车道，开始慢慢加速。其实这种感觉好呢，这个看 GoPro 的同学们，你们可能会纠结一点啊，就是我 GoPro 这边的前方这个视野呢，因为支架的问题会有一些轻微的晃动，不是车抖啊，是它这个支架本身老化的问题。但我估计可能也抖不到哪儿去，因为 GoPro 本身是带防抖，虽然没有我们现在看车内的我们两个这个画面那么好，当然价格不一样，东西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前方1公里有连续违章摄像头。这个时候呢，就会牵扯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这该怎么聊？关于这个自动驾驶吧，就说这个问题吧。如果你开着这么一台自动驾驶车，但却遇到的是像这样的人啊，去给你左右穿插，那该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提出来了，这个概念就是所谓预防性驾驶，或者说是叫主动防碰撞措施。什么叫主动呢？就是你在发现或者侦测到了道路当中的一些这种变化也好、问题也好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做出一些提前性的预判。这种预判如果是人来判断的话呢，就是你要保持车距，你要
但是你要作为这个电脑来检查的话呢，那它只会根据这个前方的车距来判断。如果能够把这个侧方部分的这个雷达感应能够做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表现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这台车型在 ACC 方面来说就会变得更好。不过好在车速控制还不错。特别快的那个劲儿，一下就热了。嗯，这是第一次啊。对对对。看看它前方50米进入隧道。哇！但是这个你看，它在检测目标在追丢的时候，再往前就不行了。就是它必须得有一个这个持续的追踪目标，所以刚才在这里面利用了一台这个故障车，在隧道里面我们做了一小实验啊，持续追踪就好了一点。吹的真是刚刚好，刚刚好。它还就是我现在开的是我人调模式，
它还有一个模式，它自己的这个自动模式，就舒适模式。这个舒适模式打开的时候，我跟你说，你应该更爽一点。这种椅子又热，脸上吹着又舒服，哎，真的想。关键还是你太胖了，胖人一般都喜欢这样，瘦人无所谓。但咱们绝大多数人都是什么？都是一旦特别冷了，到车里面或者说到房子里面，你这一热，瞌睡，这样。我现在算特别胖，那微胖人群。你不要解释，解释就是掩饰啊。300米有违章摄像头。嗯，我现在把它缩短一点啊，这个距离。按道理说，一台车型你 ACC 如果做得好的话，它就不应该存在顿挫问题，因为你的这个 ACC 做得好，在跟车这块跟得好的话，前提条件是什么？就是你的变速箱要顺滑，你的每一个档位的换挡逻辑、切换档位的逻辑都要正确才可以。所以这一点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这车没有什么顿挫。你刚一路过来有顿挫吗？没有感觉。我希望这个车型能走进千家万户啊，能够在。最好是能那个什么，最好是能国产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再便宜点。每次我们把车开回到这个我们合作的店面的时候，都会有一堆人过来看，哎，这啥车？多少钱？就在问，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作为车评来说的话，每一次带过去的车都是新车，即便是上过牌也好，怎么样也好，其实实际上也是一个，就是大多数消费者可能还没见到，或者说即便见到也没有实际有机会去接触的这样一些车型。所以每一次也是很高兴能够测到一些好的车型，看到车型的进步，看到消费者能够去买到的产品这一块能够更好，这个是作为车评来说最嗨最爽的一件事。然后我那天我们群里面还有人在问，在跟我说，在聊，就是在说这个事儿，说什么呢？就说说刚哥，那个你做车评的夙愿是什么？我说夙愿就是，我多了不说吧，就说其中之一吧，其中之一的夙愿就是，哎，觉得很嗨的时候，就是你看着突然间有一人，哎，看我们车评说，哎，看着我们节目进来，然后过了没两天说，哎，我提车了，就是一台车，然后又过了两天就说，哎，这车开着不错啊，然后我这啊，你提新车了啊，那恭喜啊，然后我们也挺高兴，这是最好。开门的这个大爷好久没见了，你知道。OK， 那我们在这边稍作休整，然后呢，就今天这个测试呢就该结束了。就是还是每一次到这个时候就很纠结，就不愿意。一方面是不愿意跟大家说再见，当然是虚的；实的是不愿意去还车。好比说上次我们开菲斯塔，我这开的好爽，我这最后我都把你送回家，我都不想还车，你知道，我都想把我自己车撂那，我这个车我开走算了，都有这种想法。哎，逗梦的事情就不说了啊。那趁着还没有进厂房呢，这个时候我们这边的这个环境光线也还可以，就跟大家该说再见了啊。那
那在今天完整的这个测评当中呢，包含了项目测试，也包含了这个野外路况下的一些展现和一些这个测评后续的部分。那么从测评后续部分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说的再多也没有什么用，因为车 OK 就是 OK， 不 OK 就是不 OK， 对啊，就行了，就可以了。剩下作为老百姓来说，你们要再关注的问题就一点，什么时候这车能填一下？啊、就一点，你们要能有这本事说跟 4S 店去以后去讲讲两句，然后跟他说，哎，我们这个优惠了啊，那更好，好吧？哎呀，这个啊，不错，灯打。OK， 那么今天就先到这儿吧。这里是零六九车评中心，我是车评郑刚，我和我的摄像师会在下期节目当中与您相遇，那么也会持续的奉献更多精彩的一些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这个优酷、新浪微博以及车家号的这个共同的内容，都是车评郑刚，搜索哪一个都可以啊。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欢迎大家给我们124214136的这个客户邮箱当中留言。那我们也会尽快的完善我们自己节目当中也有的一些这个不足啊。OK， 那么我们就这样吧，下期节目再见，拜拜。